也是同一批的球员，先后也是培养出来了平野美宇、木原美优，包括长崎美佑。开局的第一分是一个擦边。刚刚过去的八分里，木原美优拿到了其中的七分。好球，这球防得不错，而且比木原美优想象当中要慢要短，也是节奏上木原美优没有调整好。王一迪现在一定要做好这种打多拍的准备啊，尤其是在防守端，因为木原美优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出来这种进攻性还是很强，多扛几板之后再转攻。木原美优也是稍微在决胜局的开局显得有一点着急。这个搏杀呀，是个无谓失误。那测的还是有点勉强的，4-2。决胜局现在王一迪发球上的变化啊，发的这个极长，木原美优看来处理的不是特别好。好球，再发一个。这球发的够顶，也是造成木原美优第一板其实起板的质量不是特别高。王一迪马上可以衔接一个反手快撕。刚刚过去的八分当中，王一迪是打了一个6-2，反手连续对住。木原美优还是在相持当中，有一板突变正手。这也是木原美优比赛当中的一个主要得分点。马林指导要了暂停。Time out。坚决争上次的有机会，把他的东西打出去就。
啊，有机会的话看准了抽出一个比较值钱或者行不合适的就不合适的，发现有可能从原来还是要走。不应该转正，对，不应该转正，不应该转正，先转正，反正对，转完正之后以后就有这个联系方式，啊，挺好，还是句话就感谢，谢谢啊，相思里头坚决啊，来一扛住。好，暂停回来之后，王一迪还领先三分。穆远没有发球，7-3。现在反手相持当中，王一迪也是尽量把球拉转啊，拉长，这样的生胶一旦退台之后啊，他的这个威胁性还是会大打折扣。哎呀，还是这个变化啊，反手相持当中抹直线，卸力的抹直线，球也比较沉，这球可能还有一点侧下。其实这个球应该是伊藤美诚比赛当中没有的球。伊藤美诚的反手还是基本上以快、以变线变落点为主。哎，擦边。但是木原美佑呢，多了一个这个节奏上的变化。9-5。这是木原美佑的一个搏杀了。而且也是准备反手撕完了之后就侧身用正手来拍啊。王一迪的发球需要有一些变化。10-6，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。这样11-6，王一迪拿下了决胜局，从而以3-2淘汰了日本小将木原美佑，也进入到本站。